嗨嗨。这样吗，我的你。嗨嗨。大家午安。午安安，吃饭了吗？哇！开始滑下去。平常线不乖。大家今天有上班吗？对啊，我今天，因为我今天，我昨天，就是昨天还前天就是去那个康士美屈臣氏，然后99块加价跟我Maybelline的，然后。因为它也不能试色，可是只要99块，我想说，那我挑一个看起来比较好一点的颜色好了。然后结果它擦起来超红哎、欸，红到我很害怕，所以我刚要把它擦掉，然后擦掉再上我之前平常上的，可是它好像已经救不回去了。而且我跟你们说，我前几天的头发超金，因为请我就是有在做美发的朋友推荐我那个洗头发的，因为我有漂过，然后那时候超金，然后我就用他推荐的那种护色的洗，然后可是他好像也没有到护色吧，他就只有什么就让头发保湿，然后超贵那两护色洗加那个加护发，就是两罐1688超1588超贵1600，就1罐800。然后结果我头发超紧，然后我很崩溃。然后后来我就去买了那个角色洗，它才没有那么紧。不然前几天我真的是快要疯了，紧到一个不行。护色超贵。护色超贵，角色还比较便宜耶。为了这颗头花了很多钱。没有啊，就是前几天就是我照片不是有 po 吗？就是那个发色啊，我还有特地把它调不要那么金哎。你们不觉得现在比较奶茶吗？现在才是我要的颜色。也没有到超金啦，就是看起来很亮。谢谢大卡的真情告白。我还没加睫毛，因为看起来眼睛有点小。现在的颜色比较接近真实的发色，对，我比较喜欢现在的颜色。哦，而且我今天那个，我买新的那个眼影盘，我买那个3CE 的，然后它是从韩国就是。韩国的就是3CE 的，它就是3CE 的本，就是本官方的网络商店，然后买这个，
超漂亮欸，这颜色超漂亮。然后还要买一个成员每人手一支必备，在哪里？我把它放去哪里了？我的化妆包太多东西了，有点找不到。在这里，还有成员每人人手一支必备的亮亮，有买这样。你们猜这两个加起来多少钱？你们猜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多少钱？我今天就是画这一盘，两个加起来耶，哪有那么便宜啊？这是31的，大家，这是31的。我记得好像是1530吧，这样子，1530。这支400多块，这支1100，但不是买特价的啊。这种常用的东西就是，像口红也是常用。这口红真的很红欸，我想把它，我刚明明都已经把它擦掉了。对啊，眼影盘就1000多，很贵，用完就买。对啊，我以前就是我自己是都会把就是眼影盘用到见底，虽然大家都很喜欢买新的颜色，可是我自己就是觉得要用到见底才可以买新的。可是我现在就是有在努力扩展我其他的颜色，所以我都有尽量把它用完。你会用完一个就买新的吗？什么意思？可是今天的妆这样也其实还蛮好看的啦，就是整个人看起来蛮好看的。加胶，现在太浅，现在太眼睛太小。平常每次都说很羡慕我的睫毛，因为他的睫毛好像很难夹翘，可是我的睫毛只要夹好的话，就是可以撑一整天。你看，看得到吗？看得出来吗？是不是看不出来？昨天真的吗？他昨天有讲，最近很常跟平衡一起相处。我们的黄秘书昨天毕业了，好难过。没有人跟我们抢食物了。对啊，品涵连吹风机都用上欸，某某代价活动全餐，希望他真的会全餐。
你们看 before 跟 after 差很多耶，眼睛的部分有没有睫毛差很多，睫毛很重要。嗨嗨 Champing 好久不见，说到全餐的人，对啊，扎卡不是都说到全餐。那个很好笑哎、欸，柏林栗子柏林博士夫妇，博士夫妇熊阿弟，这抬头也太长。真的有没有假睫毛差很多哎、欸？那个眼睛差了一倍哟、哦，抬头太长，不好记，真的抬头太长。夫妇熊艾莉，博士夫妇熊艾莉。希望这些日子里有给姐姐留下一个很难忘的回忆。我们的 AKA 奶冻卷杀手，太阳好像不够重，今天的光太亮。要再重一点吗？有贴啊，看不出来吗？有贴啊。算了，我觉得是因为今天的光太白了，所以才看不出来。这样先好一点，这样就好了。对啊。大家都说很羡慕我的下睫毛，因为我连下睫毛都很长。看，上睫毛，侧面图。是不是新发色很美？这可能要光开下去比较像。对啊，这样子，阿雪还是比较浅一点的、啊。大家都说新发色比较适合我，就是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暗。对，姐姐们也都说新发色比较适合我，感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这边刘海太短，好粗细哦。不是小孩子不好吗？还是大家都喜欢小孩，长大也有好长大的好处啊。给你们看，我又买了一罐新的，我喷完两罐了，然后我又再买了两罐，这里面是满的，给你们看。两罐结束，再两罐。
都在袖子上，对，都在袖子上。而且波乐的第一罐还没喷完呢，我已经喷了两罐去，已经第三罐了。波乐第一罐还有大概我上次看好像还有，就是一半再少一点点吧。这很香耶，用超凶，对啊。喜不喜欢小孩是否比较好，只能问这个。笑死，这真的好香哦。但没有啊，就是把它当成，就是闻的心情就会很好。外面好像下雨了，然后我就看到爸爸跟妈咪说，下雨了，骑车要小心一点。然后一起用完，然后就再洗，吸这罐香水。没有，我每天出门一定都要喷的、啊。然后比如说，就是要表演前啊，或上节目啊，或上通告、啊，然后就会喷，然后就一直闻。就很香，白色好看哈。你有被闪的时候？对啊。你们会闻味道分人吗？没味道的时候就不喷，对啊，没味道的时候就不喷。闻了起身来，我的午餐，今天吃冬粉。你们会闻味道分辨是谁吗？就我跟就是电塔口趴，然后还有涵涵，不是都有那个黑色的那件 Amewink 吗？不太会，就成员不是都有件 Amewink 的外套吗？然后我们那一天帮姐姐办那个欢送会的时候，然后不了，忘记谁，然后反正就是外套忘记拿，然后妈咪就放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就把它带回来。然后妈咪就问那个妈咪早上，隔天早上她就拿进我房间问我说这是谁的？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然后所以我就把那个外套拿来，我就闻一下，然后我说哦，这个伯乐对，因为涵涵的味道跟伯乐味道不太一样。可是我昨天闻，总感觉有点李彩杰的味道，有一点点伯乐的味道。五公尺外闻得到，说你不要抽的是谁？什么？才不是嘞！没有，就是有一点点，可是不是完全的菠萝的味道，就还要混杂他自己的味道。成员的味道都很香欸，大家每个成员身上都有不同的味道，还有味外套。有些就是那种很清新的味道，然后有一些就是香水味。
然后有些就是洗发精的味道也很香。还伯乐外套，好像还他自己的还他，但是还他，但是还伯乐的外套啊。谁最香？这很难，就是每个人的味道不一样，可是都是很香的，可是就是不一样。这我要怎么解释？阿雪是什么味道？阿雪是我的味道吧？我的午餐。阿雪为什么要有韩寒的味道？先吃泡菜冬粉，韩寒会包阿雪，可是阿雪是我的。可是我虽然每天跟韩寒相处在一起，可是我们两个的味道也不一样，就是还是闻得出来，还是分辨得出来。之前有一次，我就不知道我跟伯乐外套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然后我就丢去叫李彩洁闻。哦，对了，我跟李彩洁用的香水不同，因为我喜欢的味道跟她喜欢的味道不太一样。今天的碗怎么那么软呢？我的天哪，好可怕！今天的碗超软。Hi Steven， 就立即和这边真选的全部都想笑死。大学下班 ，Hello。今天是不是那个啊？那个十月寿星的生日会？没有复发，没有，这就是冬粉，冬粉。有人会去吗？看起来好辣，其实还好耶，它其实没有很辣。哎呦，蔡面面的生日快到了。这场还有40张，大家可以多多来我们的生日会吗？对，拜托，可以来我们的生日会吗？因为我们这场真的太多人了，六个人真的太多了，所以只好分成两场。大家一年只有一次，可以来陪莉莉过生日吗？可以吗？拜托，陪莉莉过生日好不好？生日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日子。
一年只有一次，拜托。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生日会，拜托啦，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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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好像又忘记，嗯，我是没有插到插头，还是忘记开？自然还有鸭仙仔，拜托大家要来哦！今年是新发色的莉莉，拜托，连到现在了，拜托，不要跟涵涵一样当35秒鸭仙仔。不要跟李涵涵一样当35秒压线仔，他太夸张了。你知道他抛出去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就说你标我干嘛？因为他有跳通知，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标我干嘛？然后他就说你还问我说你标我干嘛？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然后我就说你知道直到今天6点吗？然后他就说哈，直到今天6点，我就说。对啊，我不是还开了倒数吗？他说真的假的，然后我就赶快点给他看，然后我先把他截图起来，然后我就笑他说，请问你在剩下35秒的时候宣传有什么用啦？对啊，是还有什么用？听法色很吸引人呢，听法色就跟熊熊一样啊，服啊服啊。那刷卡跑流程至少1分钟，李涵涵不知道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在那边笑他说，你不要再笑我了。我就说谁叫你，我之前因为我那时候刚开麦那一天，我就问他说，涵涵你可不可以帮我宣传，就是 po 个现实动态这样。他就说啊不要，你那时候没有帮我宣传。我就说啊拜托啦，帮我宣传一下。然后他就说不要，然后结果谁知道他居然在最后一天的最后倒数35秒的时候给我宣传，那有什么用？李涵涵真的是很强哎！PC Home 卖场35秒还有真的吗？傲娇喊。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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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在最后不到10分钟，定了例子三题，谢谢，谢谢大家，嘲讽用。大家拜托，这样子，等下过铺。大家拜托一定要来我们11月的 A 场生日会哦，拜托，拜托，拜托！咬耳朵，向您欢迎，欢迎来参加，拜托，拜托，嗯，这么可爱，不来吗？
托拜托，拜托啦，来啦，拜托，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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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如果卖得完的话，我就绑双马尾参加，如何？如果你们有办法让他，就是大家有办法让他销售一空的话，我当天就绑双马尾。对，你们如果有办法让他销售一空的话。你们要高霜还是低霜？我觉得要看衣服吧。都，你们想要哪一个？拜托大家，臂力摇马尾向你诚挚的邀请，就跟狗狗会摇耳朵一样。狗狗会摇耳朵吗？会吧。来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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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来哦。哎呀，日子。谢谢林果的猪猪你哦。我今年原本想要气质一波，结果你们居然害我要就是出此下策。我想说，过了18岁，我不能再那么幼稚，结果我还是走了这个方向。生日会跟合照会在就只差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天一个礼拜六，好像没记错吧。行事历这样写，行事历。大家合照会也可以来找我，我一直在想合照会可以怎么样弄不一样。其实我有一个杀手锏，可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应该用上。大家比较喜欢气质还是可爱呢？气质哦，气质就是嘴巴闭闭。这样就有气质。
大家合照会可以多多来找莉莉哦。那大家就要填莉莉，填爆莉莉。大家填爆莉莉哦，填起来。啊，那合照去跟莉莉玩游戏，为什么？莉莉已经很难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得到莉莉，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找莉莉合照。我一直在想，因为我已经想走可爱风，就是我现在脑中已经有想法了。企鹅粒子全落。如果是想拍握手会啊，那我可能是要那种皮裙啊，然后拿着那个皮鞭啊之类的，然后跟你说，我的是我。ずっとそばにいたいよ。没有，我是打个比方啦，因为不认识我的。没有。你们好奇怪哦，你们好奇怪。不行啦，这个太早出来了，我还没有打算走到那种风格去。同志就啊，所以你们都不喜欢可爱的，你们喜欢这种的。可以跟巴拉说踢我，巴拉踢我。对啊，我不是 M。你们自己啊，那个说可爱很好啊，可是你们都没有很激烈说那我要去填卷了，然后刚刚那个皮鞭的部分，然后你们就一直说哦，那我要先去填卷，
我觉得走出去了，不能走，全部都要留下来。可是合照会应该是可爱的。嘉凯，不要乱说话，等下不会觉得我很奇怪。本性也是那一个，你们真的不贪哎、欸！我也才18岁而已，对我今年要过18+1了。嘉凯，我看着你说一家、欸，原来你是说加一、喔，我以为你要说一家呢。宣传词什么宣传词？谢谢的，谢谢 Eddie 的花枝精粹，谢谢 Lex 的枫叶。我想走可爱风，如果合照会的话，我已经有想法了，可是我在想服装的部分要怎么办。谢谢圈品的 love。这就是什么？在考虑最佳啊！会比握手会更加，我也还在想。的时候，玩摊位游戏的时候嘛，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戴那个，不要戴墨镜啊，就是来被我们闪瞎。对，
很怕，就是如果我这次弄得很可爱，你们会不会以后就没有想要来找我的意思？看你们两个吧，也可以啊，也可以。放应援吧！素晴らしい。还是我干脆办写小板算了。还是我也来办一下写小板。我要按到那一下。不可能变装设计，那个太难了。大概想不想去玩游戏了？去，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被我们闪一下哦。要不乐乐会给我回应吗？给我一点回应，给我一点回应。哎哎，你们很过分，你们很过分。这种时候，这种时候那个留言刷的最快。游戏当然不是啊，开玩笑的啦。西西为什么要去送我眼睛液当中？多数人只有合照，是不是？哦，也是。而且合照会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很难很特别的一个活动。OK， 我大概有一些想法。我会把我自己弄得很可爱的，而且合照可以留很久，就像我到现在，我的桌布还是跟娜娜前辈的照片，我会好好准备的。我会好好准备。毕竟只有一次嘛。有可能大家就是合照就只填莉莉这一次，希望可以让大家哦，谢谢林果的烟火城堡，谢谢谢谢，对，我会好好打扮的，大家合照会都要来找我，我已经有想法了，那我差不多要来又没抽奖，不对，我要先抽到透露奖，还没抽到吗？还是透露奖，现在是抽的给你的。
我已经想到了，对，会很可爱吧。我真的只有中文是哦，当当当铁，好，可以填更多。合照怕一波，你要怕什么？希望都可以给大家难忘的回忆。口罩才是天敌，可是没办法，因为疫情。優しく嫌われるだけで能指定机会难得。好，我会好好，我会好好打扮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有没有合照？希望有，希望可以跟大家合照到。希望，希望大家都要来找我哦。我会弄得很可爱，还是到时候只有我自己觉得我很可爱，大家都觉得我不可爱？我也想要当一个很可爱的人。蝶恋红唇。孔雀羽，好哦，孔雀羽。有不可爱的时候吗？有啊，吃醋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不想要自己吃醋，可是就是会吃醋。希腊女神不可爱，原来那个时候不可爱。通りもできない、でもでもの涙。不二家，就这样说还能吃阿姨的醋？当然啊，不然的是我。本来我的吃醋，吃醋一波。こんなに会いたくてもこんなに好きでも。然后你们都说我跟那个韩寒最棒啊！昨天要发糖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听到。
昨天卡成那样，不行。昨天发糖，你们都没有听到。真的蟹膀真的很好笑。韩真的很奇怪，明明那么可爱，然后要把自己弄成虾妹模式，到底。他画的还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买我们的明信片跟徽章哦，可以买徽章哦。可是我已经收起来了，我已经把它收在那个，我这个徽章有别在那个包包上。然后可是明信片的部分我已经收在我的 TP 收藏柜了。买我们的徽章，不寒而栗，买起来，耶！不寒而栗，熊爱栗。哦，明信片断货了，谢谢大家的购买，阿雪谢谢你们。阿雪的徽章你也要去迪士尼买哦。我想说二周年我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 Flying Get 的歌词跟 High Tension。 谢谢各位的普通福袋，谢谢。谢谢。嗨嗨小树，谢谢西西的普通福袋。嗨天神，移动式转圈，嗨起来！还是我去租一个那个阿雪的那个。阿雪的，就是，那叫什么？就是人偶装，然后跟你们拍照。Green flash, look up,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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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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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sin. 最近秋品涵真的一直在 local sense。而且他真的很好 Q 哦，只要 local sense 他就开始蹲下去 local sense local sense local local 对啊，去迪士尼就好了。
欸，跟阿雪排队，跟阿雪拍照要排很久。你很喜欢那呢？可以差2000块，会听，国中的时候会听。未知の你も知りぽけな知りぽけな俺は前のめりにただ一匹の虫になる。阿雪的布偶装，要去海洋才有啊。超喜欢什么？合照两台，两千。真実、何が偽り、頭の中で考えても、知識じゃ答えは出ない。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布偶装，开玩笑的好不好？怎么可能真的穿布偶装？谢谢九二的应援棒，阿雪跟你说谢谢。我们后面换阿雪穿。开玩笑，你说玩偶装的部分吗？玩偶装你们这样就跟玩偶拍就好啦，跟我拍干嘛？阿雪唱歌，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下台鞠躬，最毛茸茸的麦克。
大家唱得很稳，谢谢，谢谢。我觉得我唱歌有进步了，一点点，一点点，是恭喜。希望可以早日跟娜娜前辈一样。然后我现在都不敢回去听那个，我不敢回去听乐团的三六，好可怕哦。晚场比较飘，午场比较稳。晚场累的就飘了。最终任务那天，我真想杀了我自己。那将会是我最不堪回首的过去。产品可以看巴乐乐片段，可以，可是不要看我的片段就。还是起头难，那个真的很丢脸的，就是唱不好，然后还是主唱。哦，我要存我们第一次练团的影片，真的差还蛮多的。我现在看回我们第一次练团，真的觉得就是五个人都进步很多。哦，不要拿出来编啦，那真的唱得很差耶，我还把所有的档都封锁删光。找老师花钱是有意义啊，而且就是因为我那个影片有说嘛，因为乐团所以比其他成员更常进录音室，然后就随着每次这样练，真的有差，真的差还蛮多，就是实战经验。哦，谢谢，哎，我最多哎，35个，谢谢花生。对啊，耶，突袭成功，耶，又抢成功，开心。真的是有练，就是有经历过有差欸。嗯，那我真的觉得你们很棒。嗯，等我唱的跟娜娜前辈一样好再说吧。娜娜前辈真的太厉害了。哎，哎呦，我又没有跟到，希望还有。嗯，讲完了。而且这机会都要好好珍惜，有啊，有好好珍惜。我每一次都很紧张的在唱，我每次要唱365之前，我都很惊，就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放松了。就是之前刚被选上乐团主唱，谢谢花生的告白气球，谢谢。就是刚被选上乐团主唱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在 mini 控有唱到365这首歌，然后
我就很紧张，因为还有很多很会唱歌的人，然后我却被选上当就是选上了主唱，很怕大家觉得我很不好还是什么之类的，觉得明明没有唱的那么好，可是却被选上。可是我也想要靠这些时间的练习来证明说我也是可以的。现在比较会用喉咙了啦，比较会用身体唱歌，之前都用喉咙唱歌。悪いこと人生よ一口で踊ろうかジャバジャファンキーナイトジャバジャジャバジャジャバジャオーナイトジャバジャジャバジャインザグルーヴ yeah。The Puzzles 的心路历程，对啊 ，The Puzzles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地方。谢谢小树的星梦应援棒，就是因为有这个乐团，让我能更了解音乐，然后更能把歌唱得好。比较担心是自己唱不好啦，还是多回顾？不要，不要，真的不要回顾。我只要知道我每一次有比自己更进步就好。对啊，跟着 Puzzles 的团员越来越熟了，一直最棒，谢谢小树，真的很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谢谢西西的看好你哦，感谢三位回味满堂，很幸运能见证这成长，很就是我自己很喜欢365这首歌，然后以前也曾经想过如果之后这一首歌就是因为每首歌都会有个 center 嘛，如果是这首歌的话很希望自己是 center， 因为除了就是因为我其实跳舞也没有特别突出，唱歌也没有特别突出，可是就是可能就是两个都算还可以，可是没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可是直到就是被选上乐团主唱之后，老师给我365这首 center， 就是也没有说给我啦，就是在表演中担任这首歌的 center， 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也很开心能就是在表演中担任这首的 center。 朝の空を見上げて今日どういう一日、谢谢恩的普通福袋。可是跟很厉害的人比起来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啊，像跟 Mayo 啊，跟平涵啊，跟林一啊，跟阿杰啊，跟逸云啊，比起来还是没有那么擅长的吧。就是也想要成为一个很会跳、很会唱的偶像。
跳关突出。不能跟 Maya 比，可是虽然我们跳的舞种不一样，可是我也很小就开始学跳舞了。我从幼稚园就开始学跳舞。会飞的例子。因为我可能觉得就是因为学的舞风不一样吧，然后从小学就是那种民俗舞那种。有啊 ，Bellflower 大家常常都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就跟我说，就是我觉得我唱歌进步很多。麻油跟七七都很常说。一人ぼっちじゃないんだ。すぐそばの優しさに気づかずにいるだけ。人生は紙飛行機、愛を乗せて飛んでいるよ。自信を持って。唱歌跟跳舞专门。也是啦。可是就是偶像的感觉吧，就是大家的偶像感都非常的突出。对啦，我自己觉得我有进步了啦，自己讲，有进步这件事自己讲真的很好笑。很多种舞啊，对啊，可是我就是都是学很多啊，可是不专精啊。对啊，我都是学古典的。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有就是像芭蕾那种。我的国标舞，对，因为我对那种舞风比较还好，我自己比较喜欢芭蕾、民族、现代那种，就是。很展现肢体线条的，可是，街舞那种是比较力道，可是我学的舞风都是比较线条，所以就是像大家很喜欢，就是好像很多粉丝喜欢手势之类的，就是因为以前有芭蕾的基础，所以也会更注意自己那个手指末端的那个线条。君がいるとなぜかわかった。サシの向こうから出したよ。本当の恋だから不思議なことがある。但我觉得跳什么舞风就有差，因为像。梦之中的话可能就是麻油会特别突出，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想想看
你们有觉得我哪一首比较有自己的感觉吗？侧重，对，侧重方向不同。像我从以前练舞到现在，我练了这么多种舞风吗？就是每一种感觉真的都不太一样。这首不是 Maybe， 这首是希望无限，希望无限。好像这都没有特别慢的歌。戏的结尾互打屁屁。我已经没办法看别人了，就是飞起来的莉莉吧。哦、oh, ，maybe。新端。可是我觉得，如果单论手部动作的话，可能是樱花瓣。我只想着希望的钟声不知回荡在空中。紧握手中，勇敢追求。然后慢慢松开彼此的手。唯一的一次必须称赞，什么意思？笑死。KFC 是什么？我也很喜欢四七节。是什么？他们原本是什么？大好きな車に乗って。不会跳。噔噔噔噔噔噔！啊！有你 ，Daisy， 荷兰，台北，基隆，香港。I can be party。哎、欸，他们什么 ？TTP Uni AKB48 TTP Uni Daisy 47の素敵なあの街へ歌いながら愛に行こう大好きな車に乗ってワクワクする近く笑顔のは我不知道我怎么唱出来，可是就喜欢喜欢这首，我也很喜欢它。很喜欢呢、欸，我真的很喜欢这些歌，还有《Give Me Five》。Give me five。好，我来念榜了。念榜。我的努力。第一名是林国，谢谢林果果。谢谢，他居然卡住了，谢谢林果。第二名是鲁瑟诺比塔，可是他的那个发泡盒已经顺利出来哦，
还是要好好休息哦，多喝了鸡汤之类的，就是可能会好更快，不知道。可是鸡汤好喝的可以多喝一点啊。再骑车还要两个月，现在还是在宝宝两个月，太瘦了，这样放比较。对，太瘦的困扰，终于打到这法了，对啊，丽丽的爱，对不对？啊，这绿的哥哥说不定还会被嫌弃，哭那么惨干嘛？谢谢鲁蛇，谢谢鲁蛇，要抽那个吗？有抽合照会吗？第三名是花生，谢谢花生，谢谢谢谢。第四名是 Popo， 应该没错吧 ？Popo 对不对？对，谢谢 Popo。第五名是 Rex， 谢谢 Rex， 谢谢谢谢。第六名是幻影战士。哪里啊？想起来哪里？查一下地址。对啊，万圣节是想要买爆哦，应该这几天就会发，就是那个要大家去买的，真的很好看，值得你们买爆。第七名是阿 K 啦，我也找弟弟，现在把气质真可爱，就是怕大家就是觉得就是。会不会就可爱看过，可爱一次看过就好了，就是大家就觉得哦，可能这次没有那么可爱之类的。谢谢阿 Kira。第八名是喜乐库吗？喜乐库吗？今天没有打哎，而且打了一句我看不懂日文。何があるんだろう。好，没关系，我不懂耶。谢谢小姑妈，谢谢。第九名是扎卡。去年一样，嗯，可以吧？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做非常肯定的回答你，可是，嗯，对。不知道，应该吧。如果不行的话，我也会去看一下。对，第十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谢谢，谢谢。第十一名是全屏 Nick， 熊艾丽的头贴，好棒。第十二名是天平高威，谢谢。谢谢。第十三名是 Eddie， 真的抱着，可是看这，对啊，拜托，大家都要来哦，拜托，等大家。第十四名是西西，谢谢西西，谢谢。第十五名是胖叔叔，谢谢胖叔叔，谢谢。毛头猪老师的空，毛头猪老师的空耳都超精准呢。好啦，那大家差不多要拜拜啦。对，用双马尾拜。有啊，有念到十名后啊，我们这台是念到十五名，我知道波乐台只有念到十名而已。大家拜拜，大家辛苦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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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丽跟你说拜托，向日葵，拜托。拜托啊，大家来哦，还有合照会，还有手写真，耶，拜托。